上来，同本王一起抓稳了。有本王在，你无需害怕。王大人，王妃有紧急的事情要向您汇报。何事这么匆忙？你快说。韩王从府外带回一女子，好像是从扬州来的。扬州？韩王现在人在哪？韩王现已在进宫的路上了。糟了，快速速随老夫前去阻拦，此事要是牵连到韩王殿下可就糟了。这锦儿，你要是害怕就双手抓紧我。王爷冒犯了。你不用太过拘谨，本王对你没有其他意思。王爷，锦儿从未骑过马，请您教教我该怎么下来。教你下来何必要那么麻烦？殿下这是何意？殿下你要干嘛？教你如何下来呀、啊、殿下，你不是说过对我没有别的意思吗？本王所说句句属实啊。但王爷对锦儿所做的事太容易让人误会了。小的参见韩王千岁，年里本王现在要入宫，王爷要入宫自是没问题，但你身边这女子，本王有十万火急的事情要奏请皇上，还请上将军不要拦路。小的多嘴了，还请韩王殿下恕罪。宫中路行极其复杂，你还得小心跟紧我。王爷请放心，锦儿定不会乱跑。王爷的手有着不同于他冷冽外表的温暖，韩王殿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喂，锦儿，你看半天了。什么？你该不会是被本王给迷住了吧？王爷休要胡说，锦儿只是在想，我昨日来时，这侍卫还强加阻拦，但殿下一出马，他便立刻放行。你别怪他，他也是职责所在，在这皇宫里，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。哎，王爷也会有身不由己的事吗？那是当然，皇权纷争，本王亦不例外。锦儿自是明白这其中道理，只不过这皇室皇权，着实令人心寒。你放心，保你的能力，本王还是有的。你一入韩王府，便终生是我萧齐的人。韩王殿下，请约步。拜见岳丈大人。殿下快别行这些虚礼了，老夫有要事要求殿下相商。岳丈大人稍等，本王还有一些私事要处理。王爷千万不可，老夫有生死攸关的事情要告知，皆不可耽误啊。王爷且去处理自己的事情，秦儿既已进宫，剩下的本应该自己解决。本王虽已替你通报过了，但你还是万事小心。不管怎么样，先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只要人还活着，一切都还会有转机。王爷所言秦儿记下了，本王会速速回来，等着我。是，谢情明白了。营救父亲本就是我应该做的，断不可再把韩王殿下牵扯进来。西秦不要胆怯，该面对的终是逃不掉。